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我是 B 哥，今天回来公司了又啊，美好的一个早上啊，由一杯麦片开始，先来一杯热乎乎的麦片，暖暖胃吧，那就好开始。做工好了，现在做完我要做的东西了，现在就要出去了，走。哎，忘了关空调，走。好了，我现在到了仓库，今天回来跟仓库的经理开一个小会，因为有新的客户要搬进来。今天哦，这两车还在这，还在上货，他们今天要上。This one is all what? Cocaine one 啊？ Cocaine one 啊？ Cocaine 啊？Which project? PUV. We are anything come back. Huh? PUV. PUV is what? PUV. PUV. At where? IBP. Huh? Oh. IBP. Okay. You sound so phone. Two truck. 他们今天有一个项目，这两车全都是货要送去。从仓库出来了。现在来了这个玉朗东的那个地铁站，这里这个叫 JQ， 现在来跟两个客户一起吃饭，今天就是吃，也是一直吃了，早上也是去了仓库了，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吧，下来吃饭，吃了饭等一下下午就是应该回公司了。这边也是很热闹，中午的时候，现在还早，应该是什么？12:30，现在才11:45，还有45分钟，没办法，先等吧，反正我都早了。上来了，一楼这里，现在去找他们两个都已经到了。跟我讲在一楼，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哪一天，好像是泰式的餐厅，找一下。噔噔噔噔噔，在哪？哦，对了，是这间，前面这间，三弄。Kitchen 泰式，来吧，进去里面。吃饱了，现在我们走了，买单，谢谢，买单，两个客人在前面。吃饱饱，哇，这一次吃的这个泰国餐还不错，有我喜欢的。那个芒果，哇，又酸酸辣辣的，芒果沙拉，酸酸辣辣的。它的鱼饼也是好吃，它的菜，哇，开胃。看一下，因为有人上玻璃。有人来上玻璃啊，倒马桶啊，水的，全部都，你看他们的玻璃这边。这边是上马桶的，放工了。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过了，好快啊！回去冲凉吃饭。